张家大师说，师父一生是佛菩萨安排的。那么我们这些凡夫是否也是佛菩萨安排的？若是的，如何不安排成佛？你这个话问得很好，我也在想啊，佛菩萨为什么不安排我成佛？这个里面一定要了解清楚啊！我在求学的时代，这个早年学佛的时代，生活都非常艰难困苦啊。那么首先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如果不能够安定，不但是学道求学都会有障碍。佛法里面常讲啊，说法轮未转摄轮先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无论是求学或者求道啊，生活安定是先决条件啊，生活不安定，你就没有心，就不没有办法安心下来求学啊。所以张家大师当时对我这样勉励啊，他叫我也是劝导，只要真正为佛法，为众生啊，而不是为自己啊，你的一生呢就有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保佑啊，无论是顺境是逆境，都是佛菩萨安排的。这就是我们把自己要想怎样做怎样做啊，自己计划自己的生活放下，从来不再为自己去想了，这佛菩萨安排。如果我们自己还在计划，还在想怎么做怎么做，佛菩萨就不要操心了，看到哎，你自己会办，我就省事了。你自己什么都放下，他不管不行啊，他就得要照顾。这是张家大师教导我，我想了想了很久，最后想着说，哎，还是不要自己操心的好，让佛菩萨操心，自己操心挺累一点啊。这是要真正信得过佛菩萨才行啊！如果对佛菩萨没有信心的，你很难做得到啊！要有完全的信心啊！《楞严经》里面所谓的“将此身心奉尘刹，是则名为报佛恩”呐！啊，决定不再为自己。活在这个世间也是为佛法为众生活着的，不是为自己啊，这样才能真正得诸佛护念啊，这个你的生活才是佛菩萨替你安排，一切都随缘啊，没有丝毫勉强啊，这样就对了。那么如果我们一般人也想让佛菩萨安排自己的生活，那一定要发心啊！如果你不发心呢，啊，你的心发得不勇猛，啊，发得不真诚，你的一生是业力安排的啊！这个就是世俗人讲啊，
命运难摆。在佛家不讲命运，业力难摆。如何把业力转变成愿力？真正转变成愿力了，那就是佛菩萨照顾。龙天善神他有责任，他有使命啊，要守护的，要照顾的。这个道理啊，我们一定要懂。